哥哥家，这才是你家的。好久没有看到 QQ 了，整整一个多月吧，真的超久的。你们家阿伯，你每天都有看我吗？你要每天都说 Peter， 你是有叫 Peter， 你们叫 Peter。我们忘记带那个，我帮他们三个买了那个 Curry 的球衣。哦，因为他比我儿子们都还喜欢篮球，我觉得他更适合。可是我又很想要买，我就想说啊，帮他买，然后顺便帮我儿子买。我顺便帮我买，对，我也要哎，没有哎，连苏珊都没有，但我有，我们四个可以。我要穿拉拉队，他要穿那个露肚子的拉拉队。有卖那 NBA 啦啦队的衣服吗？有吗？只有卖球衣，应该不会卖那啦啦队吧？对啊，搞不好有。去美国看一下，有可能有。去球场看一下。我带他们去看球的时候，Frank 还在睡觉。我花了160美。你们去看哪一场的？湖人、啊。湖人那场有 Kobe 跟林书豪。然后对雷霆，雷霆有 Westbrook 跟 Kevin Durant。哦。然后他们两个在睡觉。2018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是。2016年的时候。2016年的。2014。哦，2014哦。对。那时候 Kobe 已经是后期很老了。然后那时候刚好林书豪刚去的时候，那他们 Westbrook 跟那个 Kevin Durant 都是蛮强的时候。哇，我想去看 Curry 打球哎，是假的。我想去看大谷翔平，又想去 Curry， 太多想去了，想去的太多了。我们买了一双鞋给 QQ。哇，这个已经是过了我们的阶段，所以只能买给别人过过干瘾。这种可爱的小鞋，我们的儿子们已经……今天艾迪达超好逛，我觉得小小的，可是里面大部分都是迪士尼联名商品。对啊，它有那种大人没有？没有大人的、哦，没有。可是有大人的艾迪达，但就没有那么多迪士尼哦。但你也没有那么大、啊，所以你还好。对对对，但是大人的就可以逛。哥哥是不是要送啊？你叫哥哥来送，哥哥是想送。真的、啊，你去叫 Kobe， 开箱，你选的吗？我选的。哇，帅到爆呀嘞！台南的，我觉得还蛮好逛的啊。送给 QQ。有人说很小，是不是？你们说有人说很小？是吧？台南三井，没有很大、啊、很大。哦，林口三井觉得很小、啊，可能太常逛了。对，都没有，可是其实也算蛮好逛。那我忘记听谁说什么，人家觉得台南三井的评价是还蛮小，可是我觉得蛮好逛的。我们上次去台南的时候看到它也在盖，然后就觉得超大的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盖好。我觉得大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没有你要的店。对，然后有没有折扣？店里面有没有对有折扣、嗯？而且你们现在去逛应该很爽，都没有人吧？人比较少，听说因为其实人也不少，可是听说刚开幕的时候。他们是连吃饭都吃不了。对啊，我看你们去抛线洞那个人超少的。对，算蛮少的。可是算平日吧，平日比较少。我们是平日去。对啊。对。平日比较少，而且很舒服，就观察很舒服的。嗯。哎、欸，还不错、欸。看 QQ 们。你们看到那些吗？可以吗？算得下吗？试试看。我可能不可不会。应该可以。我应该不会回去台南市。对。好帅哦、喔！哇。可以吗？大小够吗？会太大吗？有点太大。试试看。当时我都这样。对，因为他们说 16.5， 但是没有 16.5 就买17。哦，好像有点大，那可能15。15那应该刚好。15要再大一点点。啊，是没有 14.5， 所以买15。对，应该可以，这样可以的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好帅哦！好可爱，你会穿吗？谢谢阿贝。谢谢哥哥。谢谢哥哥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带戏的，你等花 Q 出来。好，啊，你要帮弟弟穿吗？带戏也很可爱。他说谢谢凯亚。你要拆掉对不对？好啊，帮你拆掉。他小朋友这个很好拆，他是那个纸的，他只要他不用扯，他就是把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解开，对，解开。好。不要 QQ， 你看六脸。这样好点。你们不是有帮豆底买一双那个冰雪奇缘的？嗯，那个，然后那双现在我就给小萝卜穿，小萝卜现在最近超常穿的，终于有女生可以穿，第一个女生穿。QQ 也错过，她没穿到，然后就给喜黑，然后现在最近小萝卜都穿那双冰雪奇缘的。小朋友东西真的不能先买，先买都会错过。对对啊，我们之前那个也没穿几次，那个叫什么熊吗？哦，达菲熊。QQ 有穿到，都是拍照穿而已。对，那个真的没什么机会可以穿，台湾不够冷。好帅呀！你们去走走看。哇，四种。去走走看。好帅哦！好，有没有？哦，穿袜子，穿袜子会好一点。对，好帅。
哥哥牵你是不是？哥哥牵。啊，带去给阿周看，带给阿周看。好痒，好痒，很可爱，真的。弟弟，你在玩妈妈出来哦。没有啊，他只是看透我。好可爱哦，他看得出很多那个迪士尼的卡。对啊。很 Q， 好帅呀、啊！他自己有买，他买衣服。他们有自己选。我们昨天带那个推车，他们真的可以增加50%的耐心，还不错。而且丢东西也丢里面嘞，吵着抱的时候就进去坐。你在里面可以自己玩。对啊。你有喜欢吗？你有喜欢姐姐吗？来来，你看，穿个袜子刚好。对，对，好可爱，好帅啊！馒头，小馒头。很刚好哎、欸，而且他是不是很多艾迪达衣服？对，还好。已经穿不下，之前的已经穿不下，然后那个上次台北没有这种店，台北有啦，有也有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我们去台北，他也是，其实他是同一家店，可是他是奥莱线跟就是百货柜。我们之前去大叶高岛屋买这个。我们三个人随便买，他一件都是两三千。啊，我们昨天买了六七件，才四千多块而已。哦，嗯、差那么多，好像七折吧。对，哦。这应该很便宜，这应该我猜应该不到一千。我猜一千块左右。因为原本如果是正贵的话，应该1600。哦，1600到2000。哇，然后他可能卖1000吧，我猜。因为我们昨天真的买很多哎，他们两个各一双鞋，他也一双鞋，然后我们又买了2件衣服。嗯。4000多块而已，哦，这么便宜哦！对啊，很值哦。好啊，真凤梨的，凤梨，你们吃凤梨，先不要吃，先不要吃，会痒痒，吃苹果，是吧？苹果。你怎么在偷看巧虎？两位，弟弟，你去拿你的冰淇淋啊！哦、你的巧虎冰淇淋啊！对啊。你不是要给 QQ 吃冰淇淋？哇！然后我拿了一包，赞赞赞！对啊，苹果。凤梨先说起来，会想要，会心痒痒想要吃的，对不对？我赶快把你削掉，哎、收起来，消失了，没有了，被 vanish， 被吃掉，被吃光光，吃光光了，吃光了，只有剩苹果，剩苹果，不要苹果，不要苹果，那你要，你要什么？小馒头，蓝色的，蛋糕可以吗？啊！你不怕我了，三个礼拜又不怕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好奇怪哦！长大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谢谢阿麦，从怕到不怕到怕又到不怕。好吃哦！爸爸吃，爸爸的防御餐。那天去游泳也很好，哎、哦，他前一阵头发去游泳，然后刚好停一阵子再去，反而忘记了。就刚好他一开始，因为他那天就只有两个同学去，只有另外一个同学，就是他们那一堂只有两组人，加 Q 组两组。那没有男生？有一个男生爸爸吗？爸爸一下来 Q 就爆哭，还在哭。啊。但他之前就是会哭整堂，因为他之前有一个日本爸爸被一个日本爸爸吓到。可是他那阵子也很怕其他男生啊，所以可能刚好一阵一阵，他现在又大了。对。耶、yeah? ，之后再一起去逛，好哎、欸，很好逛呗，就在高铁对面，应该坐高铁去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坐高铁比较顺。只是那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。只是买太多东西回来怎么办？你就当刚上高铁。哦，对哈。哦。就要被推车。对哈，那我知道了，你们开车。你就用哎，这样放对不对？我等于坐高铁。放你的车上。猜拳输的开车。去载行李，可以。啊，行李载回来这样。不然就是忍耐，不要买，只能逛，啊、只能看。邮寄的、啊。哦。哎、欸。要建议三井。哎、欸，国外好像有这种哎、欸，就是。就是你只要负责买就好，不用。他会有一个什么服务台，就是让你寄你买的东西，他帮你包装，然后就寄回去。那一屁啊！高铁可以寄。高铁可以寄。嗯。如果有这种服务，会更。好像很多地方有哎、欸。然后其实他就不用从那边叫，他可以从台北就过来叫。那我为什么要去逛？我想想，一个体验呢。啊，他是出门，就是我们去逛百货，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带推车，我们就真的没有买东西。
因为想到说要拿就懒，然后要抱小孩要顾小孩，就觉得很忙，就那天就真的都没有买东西，所以你就跟他说。所以要出门就一定要带推车。对，他就一直跟你讲说只能看哦，只能看，不要碰，不能买，搬不动哦，不能买啊。不能买，就看看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你们在干嘛？无人无事啊。你们怎么两个越来越像了？对啊，我刚刚走出来，我一直叫他Cody。我以为哥哥还在看影片。拜拜。